投資總會有啲遺憾，有時我哋會錯失呢啲投資嘅良機，但唔緊要。今集我 Ravo 會帶俾大家一個重要嘅投資主題 ESG， 一個考慮到咧環境、社會同埋管治三大因素嘅投資策略。ESG 代表住一個往後幾十年嘅結構增長嘅故事，一個 multi win 共創多贏嘅投資大趨勢。歡迎嚟到匯豐投資會客室。好多人話啦，投資就投資啦，做乜仲要兼顾埋环境、社会同管治呢几个范畴呢？但有冇谂过全球气候暖化造成嘅灾害不断杀到埋身，好多影响紧大家嘅问题，包括近几年嘅环球丛林大火啦、旧年嘅疫情大爆发等等。如果 ESG 系备受重视嘅话，系其实有机会减低呢类型风险嘅。所以喺推动可持续发展同埋责任投资嘅大趋势底下，无论企业制定嘅业务啦、大户嘅投资呢，已经唔再单单净系睇财务嘅指标噶啦。同時間，全球致力推動環保，盡快實現碳中和呢個目標咧，更加成為每個國家嘅共同政策。ESG 嘅大趨勢已經係不可逆轉。嗱，呢幅圖咧就可以否定花咗資源喺 ESG 上面咧，就等於削弱投資回報呢個誤解。重視 ESG 嘅企業咧，大部分時間表現咧係跑贏大市喎。市場唔穩定嘅時候咧，回報反而相對越穩健添。嗱，就好似2018年咁啊。貿易戰同埋美國加息嘅雙重夾擊底下，全球股市全年嘅跌幅咧係達到9%，但 MSCI ESG 領袖指數咧全年最終咧只係跌咗7%啫。舊年全球疫情就更加明顯啦。ESG 方面做得比較好嘅公司咧，抗跌能力亦都相對比較強，全年更加跑贏大市。相關嘅 ESG ETF 亦都係一樣，由上年3月開始，世衛宣布全球疫情起計12個月。有超過70%嘅 ESG ETF 咧，都係跑贏標普500指數嘅。大家或者會質疑，都升咗咁耐啦，你依家先講，依家都未遲嘅。首先，舊年進一步證實咗 ESG 嘅企業係經得起大考驗嘅。市場對 ESG 嘅投資咧係有十分大嘅需求。全球資產管理規模當中咧，已經有1/3係同可持續投資，即係 sustainable investment 有關。可持續投資嘅金額規模咧，已經累積超過35萬億美金。過去幾年咧，仲多咗60%添。而單單淨係睇全球可持續發展基金嘅資金嘅流向，今年第一季錄得破紀錄1853億美元嘅淨流入，一年之間多咗4倍，反映咗投資者對 ESG 嘅投資前景係充滿信心嘅。嗱，呢啲數字咧都證明咗越嚟越多投資者明白賺錢之餘咧，係可以同時間為我哋嘅環境、社會作出貢獻，創造更深遠嘅價值，共創一個多贏嘅局面。當然，投資涉及風險，價格可升可跌，管理投資組合記住要平衡風險啊！如果想知多啲我哋匯豐嘅投資貼士，記住 like 我哋嘅匯豐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～